全球指标地段纽约时报广场电子荧幕上突然直播浪漫求婚。 I'd like to promise you in front of the world with daring only love with my life。大陆男子 Tony 手拿5.2克拉的超大定制钻戒，象征我爱你，在希腊圣托里尼岛向女友求婚。事前更包下时报广场多块电子荧幕，让求婚画面能及时转播。I ask for marrying you. Will you marry me?这段制作精美的视频在网络上引起疯传后，就有人猜测是广告宣传。但大陆媒体报道，其实 Tony 正是这家钻戒公司的 CEO。微博上，他也抛出多张求婚照片，特别谢谢老婆那句“我敢嫁”。据了解，他跟女友都是对方初恋，已经相爱10年。这次花了大半年筹备求婚，不但抱得美人归，也趁机替自家品牌做足宣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